你现在几岁？我长高了。你几岁？我长高。你是小朋友啊？我不是啦。是啦。我不是。你才三岁。你不是小朋友。我不是小朋友啦，我已经长高了。可是还是不能化妆啊。我长高了。你现在才三岁，你要十岁你才可以。长高了呀。十岁才可以化妆。我长高了。你要长得跟妈妈一样高才可以。可是你长高了，可是你还是小朋友啊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大人了吗？对。你是大朋友。我不是了，我是大了，我是大了。你是大人哦。你是大狼哦。大狼。大狼，大狼。大狼。大狼。不是，你不是大人，你是小孩子。我怎样才是大人？大人要出去赚钱钱呢。你有出去赚钱钱吗？你有出去赚钱钱吗？没有。大人不可以一直看卡通啊！你一直看卡通，你就不是大人了、啊。大人可以看卡通吗？我有段沉默。大人可以看卡通吗？可以。啊，大人可以看卡通，大人可以看佩佩猪吗？可以。那你就不能看佩佩猪了。不要偷袭我，猪佩佩猪，不要偷袭我。啊，好了。啊，你是大人了、哦。是。可以化妆哦。可以。不行，你是小朋友。你化什么妆啊？你才三岁，你化什么妆？我也不化妆了。到底谁教你的？你看谁化妆？啊，是不是阿姨？小姨化妆吗？不是。那你到底从哪里想要化妆？妈妈没有化妆啊。为什么突然想要化妆？为什么要化妆？化妆会变漂亮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现在已经很漂亮了，你看看，好漂亮啊！我要化妆。为什么要化妆？妈妈要化妆啊！妈妈也没有化妆啊！要化妆。你看谁化妆？有谁化妆？我。谁有化妆？妈妈买我的。谁有化妆？爸爸，你买我的啦。不要，不要买化妆的呗。靠近了，不要太靠近。我没有很靠近啊。